是我昨天去的。我们好多新的哦。没有新的。这不是新的。对啊，是新的呀。是连号的吧？连号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房子都不属于我，是要给房东的，取了5500。房租4800。年租。啊。剩下507是水电费。电费。那水费电费光水费都用了100几块。不舍得是吧？那不舍得啊，都是票子啊。这个8月份真的是花钱的时间。水费。还报名，然后这个年租，马上还有这个有线这个无线的这个网费。网费多少钱一？不知道，去年是总共包起来是1000多嘛。不要数了，数来数去又不是你的。是不是我的呀？这连号都是给房东的呀，租房的命都是，真的。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租房子住，现在大了嫁人了，真的都没租过自己的房子，又是租房子住。那老家的房子叫你去租，你不租？哪家方面吗？在广州租房子住了10几年，再回来正在租房子。没一个自己的房子，说着起来啊，加了一个房，住上一个房，实际上嘛，从来都是住别人的房。你早知道我那时候我就说了，县里那个房子不卖，当时我主张卖也是去市里买，你又不肯。确实，那个房子卖的，我现在确实也很后悔的。如果不卖，想要去县里读书就方便了，所以以后还要租房子，租了一辈房子。不是，租了一辈子房子不说，我女儿从一出生就租房子住，都没租过自己的房子。这个确实，我愧对你们啊。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？寄人篱下的感觉，没有归属感。我租房子住，反正习惯了，从小也是租房子住。这看到我女儿也是这样，这生活环境好像真的很难改变。那肯定基因里面就是租房子的命。这就是怎么说很难改变的一些东西了，真的很惨嘞。租房子都是给钱给别人，自己的房子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嗯。租房子住我会很小心的，老是怕小孩子跳啊，在墙上画啊，都不敢让他们。不能画的。在广州的时候，墙上贴东西我都不怕他们说，这都是我小时候的经验。看着在别人楼上，人家就不允许跳，不允许这，不允许那。那肯定是不能跳的，是呀。妹妹来了。朋友。他出去玩去了。出去玩去了。不是，因为他们后面的了。那进来玩吧。那进来吧。今天一堆小朋友来玩。哎，不用，你自己吃啊。所有朋友，你自己吃。好了。先进来等吧，要先进来等。他们在下面是吧？最近又很多小朋友，一开学妹妹就有朋友了。把钱收起来吧，啊！今天晚上要不要抱着睡一天晚上？抱着睡干啥？又不是我的。感受一下嘛。是没有，要是我的就放了。现在还是你的，现在没交出去还是你的。等一下就不放了。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了啊！有失必有得。赶紧找个搞自己的房子住着。这个房子还算便宜的，一年才4800。你说在广州的时候，一个月交2000多块钱房租，那才心痛呢。生活不一样嘛，回来家里我都觉得这个钱都贵了，是吧？我也想自己的房子住。好，我努力搬砖啊，给你一个自己的房子。自己房子哪里啊？那努力搬砖啊。那家里的房子也不去住的。那你自己不愿意去住？好了，不要感叹了啊，可以了啊。确实有点对不住田嫂跟你小孩啊，让他们一直住房住。干嘛？再给你。我不要，你这次啊，努力搬砖啊，给田嫂一个。给你女儿。哦，给我女儿。我就算了，已经。一个完整的家，是完整的家哦，没说错吧？嗯，好了，我看田嫂感慨万千。说，等一下我又难受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啊。